咩事啊？又有大整蛊？各位阿 Sir、Madam， 听歌之前不如玩个游戏。艺丰集团太子爷俾我哋绑架咗，有本事就嚟救佢啦！你哋唔识我细艺生啊？我大把钱，你要钱啫，我俾钱你哋，放咗我。收爹啊！人起躲你起躲，而家冇人识你啊！梗系知你大把钱啦、啊，你再阿支阿助，我收到钱啦，我剥咗你。冇啊！警察大佬，走走。死你！非一般这对手，前方未看透，天多黑，难叫真相遗漏。相反方向去走，跳出公式组，有预谋，如再引诱，要我出手，谁在这背后？沿路过，围墙会突然撞破，从前那套路为我解锁。逆转的，连墙推敲如错摸，像尽头又折返当初。迷惑过，谜题会逐条道破，逆袭开始了，没法可以停住我。活困咗思想，飞出天际再激荡，为了想清楚。真相在何？非一般这对手，迅速地渗透，与身边来到适当时候。相反方向去走，浸于水底一块石头。如在恶斗，每次出手，谁又笑于最后？沿路过，围墙会突然撞破，从前那套路被我解锁。逆转的，连墙推敲如错摸，像尽头又折返当初。迷惑过，谜题会逐条道破，逆袭开始了，没法可以停住我。所思想飞出天际再激荡，为了想清楚。放我起身走啦！寻真相再何？沿路过，围墙会突然撞破，从前那套路被我解锁。逆转的，连墙推敲如错摸，像尽头再折返当初。迷惑过，谜题会逐条道破，逆袭开始了，没法可以停住我。活困咗思想，飞出天际再激荡，为了想清楚，曾一个结果。掌声 ，Hilba 同我哋唱出咗非常之好听嘅主题曲，亦都俾啲掌声我哋一班逆天奇案嘅干探啦，成功拯救人质啊！嗱喺呢个时候咧，我要半变做翻主持啦。我哋呢套咁正嘅剧，不如一齐讲下几时开始有得睇啊？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:30，逆天奇案。